当代艺术家陈介仁的最新作品《军法局》，2008年才刚应邀在西班牙国立苏菲亚皇后美术馆举办首展。内容是以一位政治犯的幽灵为主角，徘徊在即将被拆毁的法庭和监狱之间，与失业劳工、外籍工人、大陆新娘和游民相遇。以军法局为题，令人联想到戒严、白色恐怖时期的种种。不过陈介仁说，军法局只是一种隐喻，他想凸显的是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无形监禁和管制。何况他小时候就住在军法局的对面，从无知到了解，过程充满想象。随着你的知识越来越多，你可能会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曾经你就跟他距离是这么近，但是你却从来都看不透那个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看不透有时候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说它有时候是一种感受。那我觉得某个角度来讲，就好像说一个监狱里面它关了少部分的政治犯在里面，但是同时我们是被关在外面的大部分，那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认识到我们自己处境的那种状态。所以我想说这个地方它被废除了，要改建成一个人权纪念馆。那么我在还没有进去那个空间之前，去参观之前，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应该去拍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的基础，但就是我们过去怎么去想象它，跟它到底什么关系，用这个做基础去拍一个这样的片。陈介仁过去总是用实景作为拍摄的空间，但是军法局是在闲置仓库里搭出法庭和监狱的景，有如剧场，但是这依旧是出没有旁白的戏，只有些脚步声和铁皮屋被搬动等现场声音。军法局比较像是一个，我把那空间当作一个隐喻的空间，一个曾经是一个权力的空间，然后作为一个隐喻的场所，所以里面的演员大部分就是比如说在失业劳工，有的是游民，有的是大陆新娘等等的，那或者是参与过社会运动的学生啊，或者是现在本来就还在做社会运动的这些工会干部等等的，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真实的身份。然后像在一个预言式的空间里面，通过一个剧场的模式，其实我想讲的只是说，过去的戒严可能消失了，有形的那种压制可能现在看不到，但是无形的，也可能通过现在的经济制度、现在的法律的制度等等的，其实对于某些人，像你说，对于像大陆新娘、像外来移工等等的，他们还是处在一种被国家机器管理的状态下。曾在工厂做工、摆过地摊的陈介仁，向来关注社会边缘族群议题，但他不是站在高处去关心弱势，而是述说自己的人生经验。像我们的成长过程，或者是我的家人，比如说我姐姐在工厂里面当女工，大概就当了20几年，所以她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经验里面的一部分。那我去拍这个东西，等于其实是去书写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完全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像去关心什么弱势。近年来，陈介仁经常应邀参加国际双年展，虽然体认到西方的思想论述与艺术资源的力量较大，但不是只有西方世界才能提出他们的观点。像他的另一件作品《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构想来自于一张法国士兵于1905年在中国拍摄的凌迟酷刑照片。那照片曾被视为中国残酷野蛮的证据。陈介仁以此拍出这件没有声音的作品，给人更多想象空间。凌迟那个照片，因为法国一个哲学家就巴达伊，他谈过这张照片。那当然，我觉得他谈的是有他的一定的积极性，就是说他其实还是去除了那种西方人认为过去的中国是什么野蛮残酷啊等等的这一类的。但当然，他其实有提到一个更积极意义的观点。但是我感到有兴趣，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事情它都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面向。那么一个西方的哲学家怎么去看一个东方的一个这样子带有奇观式的
残酷式的这样的一个影像。我觉得不管他的观点怎么样，就是他的观点再好，但是就是把一个问题给凝固在那里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勇气是去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另外的面向，不是否定George Baddari的观点，而是说提出另一个观点或是其他的观点。那我觉得这个世界永远都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它才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向。